对，赞。去看 cake。啊？妹妹生日啊。她要 cake， 她不是要蜡烛插泡面。然后你可以把。把那个油包倒上去，然后点火，看会怎么样。点火？以为是喝酒啊，可以点火。那个油包点火会怎么样？你就烧起来啊。对啊，那就可以唱生日快乐。我应该瞬间回血停电。应该不会吧？有那么夸张？你说把外面纸碗都烧起来？对啊，整碗烧起来。整个都很硬，然后连那个面也烧起来，那个面也是油炸的，那整个就烧烂，这是火种哦。